最近的所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咱慈天必胜公园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破灯锣声走出来，因为礼拜六忙了，讲话讲多了，礼拜又办事情又多人，差不多了，现在破声等下就会较好小看。今天是我们的圆通自在天尊，也就是我们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佛诞，当然佛诞我们要听就是观世音菩萨，那么我们来安排这个好听的观世音菩萨。很好听，很喜欢，然后这就是我们普文品来的其中的一首，那么是我们说观世音菩萨记啊。讲家家户户拜观音嘛，家家户户拜观音，
家家户户都有观世音菩萨。农历年二月十九，咱诸行道林圆通住在天尊呐、啊、吼。那慈航道人又称为慈航普渡大天尊，哦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就讲诸行普渡，诸行普渡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有这个吼。哦诸行普渡的历史，然后那没想嘛是捌讲过，然后捌讲过。观音菩萨自心归命理，须弥尊者哦，极乐圣人满月金容，摩尼波雄母雄清净莫大慈悲，为道之根，为人之本，波罗蜜三藐三菩提，然后就是讲妙莲台一花一世界，然后。妙莲台一花一世界，为百千万亿佛力光华严。现在观妇女身而谈正法，地藏南明普陀迦罗朝音洞，然后啊，人讲吼名声透惊神，西域吼啊是咱这个阿那波罗及底轮随感随通，即求即应。救苦救难，度世度人，大仁大慈，大悲大愿，自灵自圣，自闻自明，南海观音大士，慈航普渡天尊。慈航真人圣诞的由来，然后有人说那也是二月十九，不是六月十九，还是九月十九，都是九这天，然后但是他有一个正统。慈航真人哟，咱常用在咱这个道教里面，历代神仙同感里面都记载普陀洛迦岩朝音洞中的一个女真，然后相传，然后这是为这上吊都有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神通三脉，发愿欲救度世间的男女，所以有这个甘露水来祭祀，南海人称为慈航大师，所以为道教的时阵，咱就称呼他为慈航大师，依照道教的。法哦，慈航真人乃是原原本本的女真人，然后所以讲历代神仙同感来对讲，诸行真人对上吊哦，就流传个即嘛。所以讲慈航真人是一位慈悲的仙人，为了要普救万民，常常千变万化，帮助千万的这个人民脱离苦海。相传古早时阵啊，因为吼天灾降临。吼、哦，诸行真人呢，伊无，但讲无迄个讲吼，看到无救的啦。吼，因为他不忍见众生遭此劫难，能度就度，变其所化，救出万民之苦。所以慈航真人在度过众生劫难，功成圆满，回返天庭了吼。啊，即天呢叫做伊回返天庭的时阵，就叫做农历的这个。二月十九，为什么二月十九？哦，佮定做伊个生日，是因为伊功成名就，他已经救哦救苦救难，然后功成圆满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农历个二月十九即天，功成圆满回天，所以呢，玉帝封伊诸行真人救苦救难的日。哦，所以讲是慈航真人救苦救难。哦啊，圆满之日，所以不是他生日，也不是什么哈、哦，所以咱听讲，仙人的生日较歹抓啦吼。观音这两字呢吼、哦，一出一道教经典内底道人，就是讲《道人妙经》内底，太上洞显灵宝元素无量道人上品内底，伊就是甲《东方不天道人经》内底观音，吼、哦、观音的字节吼。哦观音
伊呢吼、哦、用这个简单的注解，讲没有明确叙述这两字吼、哦、先进的名号，但是却表明了观音、观世间人的音声这两字，所以叫做观音。两日在道教的特殊的含义就讲，也当证明讲道教的观世音信仰必然有关在伊吼、哦、咱在讲的观音大师。在观音大师这个碧落洞天地主、哦、就是最末对观音菩萨的一种称号，叫做碧落洞天地主。风神演义里面、哦、也有这个啥诸行道人、啊哦、所以说咱千教十二金身里面其中也有慈航道人、啊、所以说、哦、咱从这个诸行道人跟观世音菩萨视同同一个啦吼，但是诸行道人呢吼，伊有十二金身吼，咱讲道教十二金身之一，吼就是其中一尊就是慈航大士，慈航吼啊，咱的观世音菩萨大士哦，有人讲是妙中王三公主啦吼，啊自由的获得啊，所以讲伫这个香山修道成仙啦吼，啊。有真济伊个即个孝道吼、哦，感动着咱啦吼，因为老爸啦吼，啊目睭吼，啊伊嘛乌目睭予伊吼，所以讲观世音菩萨呢，人讲大孝感动上天啦、啊，上天一一吼常时现千手千眼灵感观世音菩萨像，就是讲吼、哦，你遮尼慈悲啦吼、哦，啊那讲干那两只手也阁无够。所以呢，就较现千手千眼啦吼。人说生命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善良，再来就是慈悲，善良和慈悲是咱生命要巩固最大的意义啊！吼，因为吼人呢，慈悲会当让咱学会晓啥，学会晓包容；慈悲会当使咱消除人有的敌对，你甲我的一种敌对。咱人就是因为慈悲。吼、哦，啊，为这个社会啊、世界带来无限的利益甲祥和。慈悲呢，使我们拥有强大的动力。重点就是出离心跟慈悲心与菩提心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今日咱讲到观世音菩萨，当然都去讲到吼、哦，生命的动力来自于吼、哦，就是慈悲这两个字。慈悲具有获救一切的力量。哦、慈悲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。人说万分之的压来危险、哦啊、所以说希望、哦、要拯救自己、哦、就要保持内在的慈悲跟善良。如果你希望呢、哦啊、要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，那我们人呢、哦啊、就是人说依赖，你要依赖什么？依赖你的劣根，你就会遭受很大的危难。因为咱讲祸根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劣根呐、啊、吼、哦，有劣根性的人，哦，伊咧行拢是行法律边缘，哦，啊、所以讲有劣根性的人，吼、哦，
他也不会哦，宽容也不会慈悲，也不会洗手，所以他招来的都不是很好的。那物以类聚，你招感的都不是好的，会让人家感动的。所以说生命的本质本来就痛苦啊，爱痛苦是怎样？佛菩萨在你讲的讲不舍众生，哦，众生有一种依赖感。我创啥？我在跋杯哦，啊！你若甲我想杯，啊，我就依靠这个杯，依靠这个杯呢吼，我就感觉我足有安慰的。你我即马吼，我去要去跋，要来做啥物做啥物，啊，就跋有杯吼、哦，你就有七分的信心讲，啊，就心情有因我杯。啊，但是吼、哦，心情因你杯吼，伊、哦、甲你赞助三分呐，你一定爱努力七分。该赞助是给你一个啥信念，吼、哦，给你一个目标。过来就是跟你讲肯定，哦，你这样做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样做，你也是要随着时代，吼、哦、去改变。哦，咱人呢，吼、哦，这样物件吃了深啊，你就会想要吃别行。啊，你啊一味的拢做同样一件的口味，那当然了吼。哎、哦，到尾就愈做，哎、欸，奇怪。本来人家足济，拢排队，为什么越来越少？出腻了，人家就会去别的地方尝尝鲜呐吼。所以咱咧做食的人，一定头壳一定爱转，唔是讲吼、哦，我永远千变吼啊、哦也不变吼、哦，千万日的还不变那个口味吼、哦。啊，有的人是讲有啦，这是为阮阿公、阮阿嬷留落来吼、哦，老祖先的口味。有人是兴趣，然后，但是也是要看现在的年轻人，然后口感是什么，所以讲吼，为什么说佛菩萨一直讲，吼，还是我们的圣母也常讲，吼，不舍众生的依赖，嗯，众生一直依赖迄个跋杯，依赖迄个跋杯，然后，但是咱的 IQ、EQ 无提出来用，伊嘛跟你讲跋杯，你袂使用依赖性的跋杯。依赖性的跋杯呢，吼，跋落就准算啊，吼，你就感觉这就神应我的，吼，啊，你我要投资偌济嘛是神应我的，但是你有去看到这个时机的变动无？吼，有去看到这个世界即马目前的情形无？那有你要你家己爱知影，知影讲免了加添，免了抽减吗？吼，加减你自己要拿捏嘛，吼，所以讲吼。生命本来吼、哦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吼、哦，所以人来讲，生命本质是痛苦，喙齿痛嘛，痛苦会啊，吼、哦，咱两个辛苦病痛是一种疫情啊，叫你要保护你自己啦。有时吼、哦，一个道亲的来问身体啦，吼、哦，我讲身体吼、哦、是咱共做害去，过来就讲吼困眠不足，过来就是已经甲你吼、哦、警讯很久了。有的人胃不好，痛、哦、啊，拢凊彩食些胃药就甲准过，啊，食些胃药就甲准过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无爱去检查，啊，无爱去检查，我，人讲酒藏久会芳，白藏久会重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时阵呢，吼、哦，咱肝火病痛，迄、那个征兆已经走出来，安尼还阁未，咱还阁皮皮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生命本质来到这个世间，身体的好坏。多事，咱人爱去吼，爱去维持，爱去把握的吼。有艰苦有病痛，咱就是爱去处理的。所以咱就讲，生命不会说没有痛苦，在生命中，伊的本质绝对不会没有生病。吼，生病是大病甲小病安尼尔。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咱常咧讲灭苦、灭苦，生命意义是要来创啥？热爱生命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？在你人事物当中，你时时要保养呢，哦，保持纯洁了。我讲讲保持纯真，保持善良，哦，你就会影响你周遭的一切。所以咱讲，咱对一切所为，哦，生命拢爱有一种意义啦。对一切生命的慈悲，甲生命意义的目的，就是啥？就是咱家己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时啊，吼、哦，修护菩萨。以后你的是一个信念，哦，它让你走对的路。但是其他添加的色彩、力量，还有你所要的目标，都是由你的脑里面
去发挥出来的智慧，然后去选择对的事去做。生活它能帮助你，只有给你一个信心，这个事情是对的，给你信心。但是要成就也要有七分你自己的努力和打拼，你说是不是呢？这地呢吼，听你也听较无啦吼，因为这是伊迄落，敢那是一种香港的，吼、哦、有时候呢听起来，吼、哦、那敢那讲国语嘛，无啥成国语啊吼、哦，所以听一段就好啊呢。咱讲六根接触，六尘生事啊吼，即个讲六根接触，六尘的生色，这个色，眼耳鼻舌的色。哦，色都是啥？全部都是本心在运用，然后凡夫流逝，还是凡夫逝流而去不回，就是咧讲着人伫对一项代志的观点甲看法。这观点跟看法很重要咧吼。有时咱就足想要做一项好的代志，吼，所以咱定讲悟觉定心，法界正法，凡夫吼逝流而去不回。就是你讲世界性别两元分立啦，吼、哦，归心本性，一心不乱，立境回心，你在我都看到净土啦。啊，那无你嘛看袂到净土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定讲性别无性就无灭啦，吼、哦，咱若无性就无灭，人若无咧世间就无灭啦，无性就无灭，吼、哦、啊，今日讲诸法空相本来无生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众生本具，原来就应破。只有法界，普照法界，出生无尽，含容空有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容空皆中啦，吼、哦，无私相对，平等，都敢那如一共款，光明无限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咱人呢，要有这个慈悲喜舍，吼、哦，才会哈、哦、得大智慧啊，慈悲喜舍，咱要当那慈悲喜舍。所以咱定讲战争没有赢家啦，吼、哦。为什么说战争没有赢家？吼、哦，这个物理，这个吼、哦、物理，这个顶管有一个字无？有啊，啊下面就一个歌，吼、哦、下面有一个子，吼、哦、咱讲咱啊写这个吼吼木党木的木，吼、哦、啊顶管吼下面都是一个字哩，吼、哦、啊过来一个干戈的戈啦，吼、哦、这两个字合成，真正的消灭暴乱。是永远停止动用武器啦，这叫做真正的武功。吼、哦，胎人一千，祖孙八百。吼、哦，现在讲，观世音菩萨要安尼甲咱讲，吼、哦，伊这嘛是咧甲咱，伫甲咱讲这个战争，胎人一千，你爱祖孙八百。吼、哦，结下因果啦。吼、哦、啊，结下因果就冤冤相报，无止无休。咱即马问咱所有师兄师姐啦，啥物人是赢家？没有赢家嘛吼！你杀人一千，你子孙八百，你那是赢家。刀兵劫起是原因吗？吼、哦，不明因果是凡夫俗子啦。吼、哦，咱误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无论是咱讲政治的野心啦吼，还是讲吼、哦、啊，咱讲野心家的导致都有啦。吼、哦，但是。咱讲以法来讲，因果报应谈来讲、哦，不是根本的原因呢、啊，这只是一种助缘而已。哦，什么叫助缘？哦，根本的起因就是对，哦，咱定咧讲人跟人，哦，要止戈新人呐、啊，哦，人类若不停止杀生，哦，却想奢求和平，哦，无益啊，哦，咱就咧讲痴人说梦话了，吼、哦。
大家是不是可以生死自己我们自己的作为对和平的助力、有啊，有助力吗、这就是在说问世间、就是、若问世上刀兵劫但看月半图门生、就是在说万物皆具有灵性、我们现在先来反圣婴到尾来开始有这个战争的迹象造出来，就咱人好杀生灵，然后啊，你好杀生灵，咱的生灵嘛是有生命，一毛灵性的呀、啊。所有人知道，万物皆有灵性啊。人类虽自然自古万物之灵尊称，但是我们没有把万物之灵，用善良的行为，去看待。所以说吼，每每的斗争啦、相互陷害啦吼，即系属于畜生吼。咱人讲吼，你就精神嘛，所以讲你含囡仔嘛咧帮吼，含妇孺吼嘛咧个炸吼，即个叫做你的性轮啊，精神同款，互相陷害吼。你杀人一千，家己伤八百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世间之所以会产生刀兵劫数，那是因为弱弱强食的缘故啦吼，咱即毛即个弱弱强食吼，愈强的国家就愈想要贪啦吼，所以咱讲吼，刀兵劫数上严重的是啥？就是讲有时阵国家国的战争上可怜的，就是百姓啊。所以讲有时阵啦吼，在彼此争斗的杀戮里面吼，因缘杀生果报来的脱离不了关系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咱的释迦佛祖呢吼，伫这个释迦族吼，为着释迦族的时阵，伊嘛偷听两三讲呢吼，因为伫上述年代当中，成为吼，咱讲成为一个小孩，如数不十分，村中有池塘，养有一只大鱼，吼，许多小鱼，但村人呢500元吼，去除鱼水，吼，就是咱即马安尼讲啦吼，讲这個。故事也好，讲释迦牟尼佛的比例也好啦吼。伊讲一窟鱼窟啊内底，有人发现到一尾鱼啊，足大尾。但是这个鱼啊呢，要甲掠佫掠袂着，足大尾掠袂着，所以就爱甲漏水，甲漏回打。啊，漏回打水的时阵，才知影讲吼，你要掠的是迄尾大尾鱼啊，你落去站的，为着要掠迄尾大尾鱼啊，你所站死的鱼啊，细尾鱼啊。细细尾啊，迄种诶，因为你水甲漏大嘛，大家拢拼死落去好诶时阵，你敢会去管细尾嘛？大家两粒目睭看到，拢嘛是看到大尾尔。啊，即马看到大尾，大家拢骂落去鱼群啊底，吼、哦，大死千千万万诶细细尾啊，拄当啊孵化出来的小鱼而已啊。吼、哦，但是咱尾尾大尾挂长大欢喜，甲要害吼，煮来那煮姜丝，大大鼎，大家分甲食甲足欢喜。但是呢吼、哦，你即马鱼窟啊已经甲伊尾大尾鱼啊，吼、哦、挂起来了后，你遐细尾鱼啊就无管你啊，吼、哦、放了打，放了去偷拍啊，按你说嘞。所以人讲吼，宰杀众鱼，吼、哦，我们只是吼、哦、想，但是。你唔知讲杀生偌济呢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为着迄尾大尾鱼啊，吼、哦、你杀生无数，都即马都唔是咧比例啊。为着迄块大块土地，你感觉未歹，即、這个甲占起来会感觉好。吼、哦、啊，你都干那知影讲要爱迄块，但是你唔知影讲损伤偌济妇孺，损伤偌济人命，损伤偌济物件物资，包括炸毁的东西啦吼、哦。所以无啊，所以人讲失去啊，作善啊吼。无论尊者吼，伊、哦、就足慈悲诶，来问世尊啊，讲人要来被释迦族，咱敢无法度甲救吗？吼、哦，用钵，伊讲释迦有错度来讲啊，伊讲放生结万世缘嘛吼、哦，但是咱都看到一人，意思就较早吼，释迦族嘛是好战啊，伊是用鱼仔来比例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伊嘛是好战啊，所以这就是因果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呢。木莲尊者讲唔通咧，爱救咧。伊讲啊，你救啊，但是我伫遐冻三工咧，哦，都冻人即要来，即要来讲，爱着拢坐喺树仔脚诶路边啊。啊，人也看到七家佛祖，爱着阁歪倒转去，连续三拜，伊都甲冻三界哦。七家佛祖伫遐，吼、哦、压大兵，着阁绕倒转。
现在人知道释迦佛祖拢会坐伫遐，人怎啊走个换走别条路，为别条路去甲讲这个释迦祖，唔是同款。啊，但是木建连真慈悲啊，吼、哦，伊摕一个，伊就用伊个这个道力呢，吼、哦，啊，用伊这个法力去变一个波，足大个，将所有个吼、哦、人呢，拢甲规个甲收落伊个波内底，那知影讲，啊，听内底拢变废水啊。哦，遐人嘛是无活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条个末法众生呢，吼，欲求延寿，非取你复此生命，实不足以延寿了，吼、哦。人讲放生者，使物命减去一切病刀之劫，吼、哦，咱就结一段万世的善缘，然后众生呢，讲目认为修身，疏忽其重要性，然、哦、后所以讲当地世间人的冲突。拢是为微细小事而产生的吼，对这个微细微细代志，叨叨叨叨接完，叨叨接完，叨叨三生吼，恶业呢嘛是安尼哦，吼，对这个细小之事积沙成塔，而越远成熟的时候，你就撇之无门了，走无路吼，所以人讲吼。唉，我们每一日的、啊、当下的因缘、啊，然后都是要因勤行善、修福慧、啊，然后人生尽量戒杀生，积极放生，护持生命、啊，然后就是咧讲着讲哦，要消灭一寡吼、哦，这杀业万类啦、啊，吼，使咱这个社会更加祥和啦、啊，吼，那是好事啊，这是好代志，无唔对啊，吼、哦，但是众生都无迄个智慧啊。讲众生若有智慧，吼、哦，有这个大环境、各地，吼、哦，有这个八识来对阿拉耶识来对，吼、哦，甲生金梦和合，就是咧讲平等性质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平等性质，有这个第七识，吼、哦，悦纳转成，吼、哦，咱讲化凡五集，妙观察地。有第六识，吼、哦，第六识内底就意识转性啊，分别意识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讲第四就无所，啊、哦，无所作智啊、哦，由无识转化成眼逆鼻识心，转识性地，咱啊五觉无生嘛，花开就见佛啦，吼、哦，佛光就会普照，但是咱要当，吼、哦，咱讲尽虚空啦，吼、哦，尽虚空界遍法界处，放大光明，吼、哦，也是。啊，咱爱即句话嘛是甲记好掉啦吼。讲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住在汝心头啦吼。灵山住在汝心头，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啦吼，是有道理啦吼。来，今日今日吼，咱来听一段。太乙救苦天尊，因为道教的太乙救苦天尊，如同然后观世音菩萨，哦，阿妈是如同咱的地藏王菩萨，哦啊，圆通大自在天尊呢、哦，今天呢、哦，算哦，这个各位呢，多的二月十九成就了哈，所以用二月十九来纪念呢观世音菩萨了哈。天尊。救苦天尊，太乙救苦天尊，他
就不天尊哈，咱进一个功德哈。此人必成功的哈，咱的宫址是伫婚姻观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。咱除了香品的结缘呐哈，香油馆素茶贡物、小盘香、普灵灯、虫草王，也是讲金盖丽、蜂胶牙膏、合力美，吼啊，咱呢伫遮甲咱讲的，就是讲有咧用的吼。印加果油，哦，我有时爱甲咱的咱讲特别啦吼，介绍印加果油呢，咱只有两种成分啦吼，有一种呢吼，就是咱的这个哦，咱平常时啊，那热天吼，咱会去加一加果汁啵，吼啊，就是洛梨，它洛梨呢吼，有一个伊这树的名叫做牛树，吼牛树，吼牛树油，伊唔是粗的哦，吼伊是素的。哦，伊是迄个印加果内底，吼，伊个印加果内底有籽嘛，吼，用迄个籽去甲提炼出来，吼，啊，洛梨咧内底嘛有籽，啊，咱伫这个洛梨内底籽嘛去甲提炼出来，这两种染色会它有抗氧化，好，佮所以讲伊呢，吼，你甲看伊内底，吼，伊都是有两种的成分，吼，啊，伊内底有迄、那个有互你看到一点啊。吼、哦，咱内内底讲看到哦，白白啊是啥物，迄拢是正常诶。因为牛油就是咧讲到这个，伊唔是粗诶哦，伊是洛梨诶迄个籽所萃取的，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吼，互、哦、你看起来就是有安尼，所以两合综合做伙，伊会当哦啊为了抗炎呐、啊，好、哦、的、就是、消炎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、抗氧化，好、哦、啊，那伊这个吼、哦、印加果。哦，啊，加咱的这个吼，咱讲洛梨啦吼，两项成分加做伙哦，伊唔是变质咯、哦，但是伊嘛唔是错的哦。吼、哦，即有人咧问我讲，看到牛树，啊，这到底是错呀、啊、菜呀、啊？阮食素食的呢，我讲这是素的，吼、哦，它是素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也不会说因为吼、哦，咱看牛，看到迄个牛哩，迄就是洛梨啦。洛梨延伸种，伊个这个树啊名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未来对洛梨的籽、哦，所以咱也有食，有洛梨的籽啦 ，QQ 起啪啪个打吼，啊，咱都会使喏。有个人讲收集啊，专门咧收洛梨的籽，吼、哦、啊，即嘛生物科技呢，足好个所在就是讲用生物科技去甲烘焙了后，然后呢吼，再落去精油。伊这原油啦吼，就是印吼印加果内底伊个籽个原油吼，啊加咱个即个哦，咱讲洛梨个即个原油，咱讲洛梨做营养个吼，我会去甲加洛梨加汁啊。平常时洛梨若好食个时阵，你就该用一个豆油，安尼个混，还是煮安尼食，就感觉食个足欢喜个吼。它是这两种成分咯、哦、嘿，啊所以甲咱讲者吼印加果吼。哦啊，所以咱也是讲吼、哦，咱这个哦，血筋啦吼，啊是血油啦，伤重然后都是属咱咧讲的吼、哦。三高有一种就是脂肪类的，吼、哦，伫血壁内底伤侪吼，会卡这个血壁血管的侪、這個。啊，阿妈关节感觉定安尼酸酸啦，感觉麻麻啦吼，感觉无舒服。你家食应加果油，拄当开始食的时候，你要早上。哦，甲食三粒，还是要甲早晚两颗这样子。哦，啊，你若讲平常时啊，咱有咧食迄条观视力，哈、哦，吃点观视力，哈、哦，啊，关心你的眼视，关心你的目睭。囡仔即马足爱看网络的，所以讲哦，啊，目睭呢爱顾者，你若无甲顾吼，这囡仔吼，连咪近视，唔那敢那近视啦。即马有人二十几岁就咧青光眼、白内障啊。啊，就是因为我们、哦、在视线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又一直在看，吼、哦，在拍手机啊，一直无停在拍手机啊，暗时也无在睏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的囡仔目睭呢，只卖愈来愈歹，吼、哦，目镜愈挂愈高了，吼、哦，那这是不好。所以印加果油配合我们的慈天观世力，安尼做伙食，两项，吼、哦，安尼你就会相辅相成，觉得很棒，然、哦、后，啊，咱那是武功哦，较高闭格的吼。哦啊，两三天也阁未上便所，有人规礼拜也未上便所。上便所有人还阁用一种通的通热，通固都唔好啦吼。所以咧食吼，
啊，咱有六种瓦困的，吼、哦，这种的这，吼、哦，你有的人安怎买拢食无效，吼、哦，你甲食，吼、哦，你甲食六种瓦困的，吼、哦，益生菌，你吃看看，早晚一包，足严重的人早晚一包，啊，伊食了那养乐多，安尼你试看卖，然后，啊，以上这拢算广告，然后，啊，咱那是香品，然后，这梅香已经介绍二十几档啊，吼。啊，所以虽然比生讲话香精是经过经济部检验，啊，所以讲咱这是无化香精、无色料的吼，包括盐嘛，都是用天然的盐嘛，伊唔是用化学盐嘛，所以甲咱讲吼，赞物件吼，啊，咱呐有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，虽然比生讲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关区的道歉咱加05，感恩。啊，咱3月15，即马吼，咱嘛感恩啦吼，咱即届即个吼传度有足济吼，啊，咱的志工义工吼，包括咱江的遮吼江省学生啦吼，啊，大家拢真合力吼，会使讲是很优质的团队啦吼，啊，会当讲办个非常圆满啦吼，咱嘛感恩啦，大家辛苦啦吼，那过来就是爱个加强的吼，3月15，农历的3月15。16、17、3天，就是咱的春季法会，吼、哦，要举办的春季法会叫做徛旗祭祖了吼，嘛、哦、是定讲吼，啊，咱会当回馈祖先啦吼、哦，啊，咱家己的完成祭祖嘛会使做，咱本身啊，这个病业，常常咧开刀，常常咧大医院，囡仔自细汉有诶，都开始有病苦，这个囡仔有病苦。原来就是伊顶世内底完成真济，事业真重，所以这个囡仔都开始细汉就无食甜的，拢在食苦的，吼、哦，常常咧进进出出病院的这种的，这有病业的，囡仔会使甲这个病业，吼、哦，去甲做吼、哦、病业调理，就是咧讲病业就是完成，吼、哦，就是借助做回来呀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这个病业，咱会使去化解无，哎，好、哦，会使参加啦，小朋友就可以参加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春秋两季，吼、哦，咱也拢会当做，做做你就感觉讲，哎，差足济啦吼。来，咱来听一段《太极》。旧爱复兴，生生不息。报上这地哦，就是要讲易经啊，然后讲易卦吼啊，咱的易经的易卦，雷天大壮，然后就是壮，很壮的意思。大壮就是大，代表阳；壮就是代表强盛的意思。然后静大吉凶，雷天为大壮卦，吼、哦，咱讲。下面的四个阳爻，然后这是强壮的意思。好、哦，孙长破尽上面的两个阴爻，好、哦、啊，就表示讲声势不可动啊。吼、哦，雷天大壮的意思就是讲哦，初卦哈遁卦相完全的吼、哦，是这个相反的，完全是相反的。这卦有一个顺序啦，吼、哦。经文就是安尼讲啊，讲物不可以究其技术，故修之以遁嘛吼。遁就是退意思，遁
哦吼，我咧炖造香槟啊吼，这个叫做体呀，不可以将炖，就是故修之以大众。下卦乾卦代表天嘛，上卦雷卦代表雷嘛，就是咧讲雷在天，吼、哦，顶卦咧化不动嘛，吼、哦，声势强大无比啦吼、哦，并且咧吼、哦，这个乾卦代表至刚至健，雷卦代表动嘛，就是讲。有至梗至梗强烈的震动、哦、所以说大众的意思、哦、我们说扑到这个卦的时候、啊啊、意思就在指说血气方刚的冲动，所以要借其冒险争斗、哦、不能去冒险，也不能有争斗的心、啊哦、每天大众的卦当一个人办法、哦啊、当一个人有办法时时退隐，还省忏悔，以后你的事业一定会有很大的成就，因为你有智慧，你知道进退。咱人呢，不知道进退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你咧做代志都危险性，吼、哦，进退，咱定讲智慧，吼、哦，你若有智慧，你就会晓进退，这就是一个道理啦，吼、哦，讲雷伫顶悬咧拍。哦，雷天大众啊，讲变变叫，但是一时啊都无看呀吼、哦。这雷无可能拍几工个呀吼，所以讲会无有头无尾，变一声吼、哦，啊就听到啊就嘣嘣雷声在响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咱就是爱注意哦，吼、哦、雷就是让你注意，嘛是要你反省你家己呀，啊、哦、反省你自己。如果你不反省，若反省思考的时候很短。吼、哦，检讨的时间嘛真少，就会显现出着你人足轻浮的，吼、哦。然后呢，一直个聊落去，吼、哦。咱人有贪嗔痴没有放掉，你会进退不得。所以呢，咱爱持续反省，再冷静，再反省。诸主常乐，不可贪求，吼、哦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我常咧讲吼，落底也无够深的时阵，不要做冒险的事，吼、哦。啊，嘛唔通去共借钱来做代志，哦，你去共借钱就已经利息加一条啊，吼、哦，唔是甲亲戚朋友借啦，你讲做信贷嘛，同款啦，吼，今日你去甲银行摸钱啦，哦，银行同款，逐个月咪该加扣利息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愈扣愈大条，啊，你若做了佫无成功，啊，拄啊无价值，安尼呢，你会安怎？你会立于咱人无法度立于不败之地，就是因为。你本身啦吼，也未吼，也未啥，也未稳定啦。那即卖少年囡啊，出社会尔，都甲老母讨要爱车，吼，学倒摆唔愿骑，要爱车。啊，即老爸老母嘛是着爱安怎？啊，都咧讨啊，无啊多直直吵，几工直直吵。啊，你嘛着爱去甲贷款。啊，你家立无？吼，啊，我家贷款头几款我家立，剩了你也家立，吼。那立的赢，就立的赢，什么人立？当然嘛，父母立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在讲，我们还自不量力的时候，我们一个月赚多少，还要吃穿，哦，还要交一些朋友喝喝咖啡，哦，有时候还要出去玩。啊，你讲要有医生的钱呢，他们来立车，还是讲有医生的钱，他们来买厝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少年囡仔溜溜的，较紧来讲买看厝，买厝。交到女朋友啊，为着要爱啥，请伊啊。没有女朋友知讲，我有车也有房哦，哦，我有车有房，哦，有啊，我有厝哦，啊，我嘛有车。问题是，迄拢伫银行借的钱呢，你啊后边啊未立，还佫有二十几年的贷款啊未立得了，哦，你个养头前，但是听后尾，你个养头前听后尾，这句话嘛是要安尼甲你讲啊，哦，就是。你要退一步想一想，啊，我若有一天头路若不稳定的时阵，无这份薪水的时阵，我这两行拢立袂赢的时阵，阿免啦。啊，到尾也落亏的，就是你啊。以前落亏的，就是你，嗯，厝顾袂掉，啊，一台车人嘛，搁车砍断去，安尼落亏的，敢毋是你吗？所以说，年轻人，吼、哦，咱呢三十而立啊，吼、哦。不要二十几岁的时候碰碰叫的，较紧的要创啥？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你来看咱兜吼，哎、哦，后山有够行无？吼、哦，咱的爸母做会到无？吼、哦，那做未到，
唔通安怎？唔通讲吼哇，聊聊啊，都要甲人同款，要甲人比，吼、哦、这样不好。吼、哦，咱甲人甲人比吼、哦，比到尾啊吼，到尾啊，比丘的是你家己啊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卦最主要讲先卦的法则就是讲顺卦先卦的法则，乾是内卦，震是外卦，吼、哦、顺是动摇，吼、哦、来。乾外震叫做雷天大众，那雷天大众卦呢？吼，天下怕雷声响，真大的意思是六坤卦，吼、哦、是六坤卦。但是大师甲咱讲哦，讲多地主家左右旁边呢拢有工厂，机械呢吼，规工都蹦蹦蹦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吼、哦、有一个方法就是讲左邻右舍一样嘛，吼、哦、啊每一工拢有这个乒乒乓乓的声，吼、哦、啊人因是咧趁钱啊。哦，你若是讲做一般的，不管你是咧做啥物，做只要有机械，就会乒乒乓乓啦。哦，啊，咱若住伫因的边啊，你会感觉好困无？袂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暗时啊，二十四点钟拢咧圆弯哭，圆弯哭，安尼，安尼，你有法度困嘛？困袂起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卦你甲咱启示着讲，遇到什么事啊，不要血气方刚，也不要容易冲动。所以要戒慎，戒慎其冒险，也不要有争斗的心。哦、如果讲吼、哦，咱左右旁边都是工厂机器，整天乒乒乓乓，啊，我说了，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跟左邻右舍、哦，也一样。哦、你为着要安怎？你讲好啊，你嘛是同款的病对无？吼，啊，你唔惊病，我嘛爱唔惊病，所以讲我甲你做同款的，也、啊、是讲啊。我的机械嘛，就感觉咧叮当，安尼就习惯了嘛。咱一般是毋是袂习惯别人的声？暗时啊，都在零零隆隆、零零隆隆的时阵，你也感觉足懊恼的无？会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你也感觉讲，啊，就隔壁都无法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法度无，我嘛来做甲你同款的，还是讲无同款的？同款嘛是有机械的吼。安、哦、尼的时阵吼、哦，就是在比咧讲，如果今日你嘛是同款做含伊同款的。那你会去阻止伊讲暗时啊关掉无？袂啊，啊要平台来平平久就关死啊！啊，这个就一种协调啦，这是一种协调哦吼。啊，所以讲你唔协调，对不？啊，我都跟你住厝边咧，住隔壁，但是阮兜都一般的家庭哦。啊，但是就袂堪的，你暗时啊零零隆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就是讲不能协调的时候啊，到尾啊你就讲听惯死就好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。听习惯了，就把它当作是一种优美的 melody 啦吼。啊，你也个当作优美的 melody， 啊，你都袂遐怨切啊，你都袂吼哦，气死人安尼。吼、哦，暗时啊爬起来几啊盖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样也不行，那样不行。现在气死人，吼、哦，有些的真正会气死人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真的讨厌了吼。哦听习惯了也是一种很好的，好、哦、那一种，好、哦、你个当作优美的 melody 就好啊吼。下、哦、晡时呢吼，一三五我等下讲诶，一当开讲了吼。啊，你今日也是菩萨的徒弟啦，是讲吼、哦，咱是啊菩萨的客囝吼，啊是今日二月十九，咱要等下慈天必生宫呢吼，啊来拜观世音菩萨吼、哦，啊是讲。啊，要等下行行咧，然后要来认身，也是讲吼，要来登记吼，咱的春季法会啦吼。哦，咱春季法会嘛是爱哪登记啊吼，哪登记。啊，所以讲，咱若要来吼，啊，咱唔在位的直接敲电话，先讲一个师兄讲，好，我安尼吼，安底下直直洗禅的，直直洗洗来，恁要洗来，恁昨天必先讲洗有够久，吼、哦，有时阵啦吼，啊，迄、那个定位无更新。啊，咱家己嘛唔知啊，吼、哦，唔知讲要安怎更新啦、啊、吼、哦，所以讲定位然后更新，应该是未甲甲你错甲吼，咱直直弄啦吼。来，咱今日吼时间呢都要等两分钟啦吼、哦，所以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呢吼，因为讲这嘛未完满，讲这嘛未完满啦吼，所以呢，咱希望讲较早吼，较早一寡吼、哦，不管讲是。哦，咱听过故事也好啦，还是讲咱讲过啦吼。老子总是会跟我们说：“慎爱必大会，多藏必厚亡。”就是咧讲着人吼，转念谅解，拄着什么代志吼，爱有这忍着的功夫啦。
好、哦，念这个功夫呢做了好，好、哦、你就会度悔患、习嗔恚，好、哦、学习过程当中哦，咱要尽量试着身心，好、哦、皆处理事故现场，眼不见而耳不闻，然后就是讲，就是像我咧讲的讲，人要革除心中吼、哦、一些吼、哦，咱讲嗔恨呐吼，啊，就是看别人做啥物，你拢感觉不满。哦，啊，这嘛不满，迄嘛去啊检举，这嘛去啊检举。啊，其实呢，每一个人伫这块土地顶管呐，哦，做的行业无同款呐。吼、哦，要讲咱今日住伫社区啦，吼、哦，那社区在得着来说，袂使开工厂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住伫社区，那我们就吼嘛厝边隔壁敢那一块壁呢，啊，买换厝，厝边隔壁嘛敢一张壁，人咧阿某冤家相骂，还是囡仔咧安怎？大家拢听个足清楚啦吼，但是你都买落呀，啊无你该会当安怎？啊，就是大家互相嘛吼，啊和谐吼，啊大家互相，你照顾我，我照顾你，啊敦亲睦邻嘛吼。啊，那咱这個社区也是讲你即马买换厝，边啊两边吼，有拄着啥物款的声音，你也感觉协调啦吼。啊，你若唔协调，你有可能你过了真无爽快啦吼。来，今日个时间已经到啊吼，伫这呢。祝我们所有的孙阿叔姐，大家都会当身心健康，然后啊，福慧圆满。再见，拜拜。山间山过，山心修山远。佛祖啊，佛祖，我是不是你脚下？